教中文咧，如果一樣嘢咧，就好驚嘅，驚小朋友悶。位老師好好人，好好人，好有人。記對佢哋嚟講就唔係問題嚟嘅，請你們用耳朵聽，好不好？仔細聽一聽，唔係單單淨係識嗰篇文章或者識背出嚟就算數。且慢，且慢。就从那个洞进去吧。你一定要将佢哋带翻入生活里边，佢哋先会去谂嘅。带动佢哋嘅兴趣之后咧，咁你再加啲思考入去嘅时候，咁呢个时候咧就非常之有利啦。燕子书燕太点啊？嗰啲分数真系咁重要嘅咩？学嘅目的系乜嘢咧？佢可唔可以用到出嚟咧？而用出嚟嚟讲嘅话，佢会唔会令到佢系有一个成就感咧？话俾佢听，喂，冇啱或者错嘅，你由呢个角度去睇，又或者另一个角度去睇，可能结果都唔一样嘅。企喺学生嘅角度，我要点样去想呢篇文章，我先会觉得开心快乐。